不要动。啊，没事儿。嗯。哦，太疼了。啊？有这么疼吗？没切了你好肉还。他压着这个指甲，指甲压着你的肉疼。我给你挑出来哈。里面都化脓了已经。怎么长成这样？这个是伤口疼。你看看，好多了吧？现在是伤口发炎，而且你自己剪完了以后啊，你现在这个肉都已经翻出来了，已经。就没有什么大感觉，是不是？就是特严重的。你是不敢看还想看？哇，咋了？啊，已经不是那好了，你剁它也剁，仔细剁剁。你那电子版的那个明星，你拍照拍起来，那样式的完点。因为你这电脑拍和硬盘拍起来。啊，你这感觉很轻吧？它是辣的那个伤口啊。对，就感觉碰那个跟肉一样疼的。但是这个刀啊，它没有碰到你的好指甲，你看这一块。哪个地方？看不看到这有个指甲？哦，你看有个小钩儿，哦，那个点点，这小钩是在肉里压的，哦，好多了是吧？嗯，里面还有一只老皮，给你切出来。彻底解放了。回去再擦几天那个血染药膏。就是上次。哦，那个买的，那个就可以，那个特别好用哈。还用点就行。千万不要擦碘伏哈。不能擦碘伏，就擦那个就行。对，是那个凝胶那个不是？嗯。啊，对，你就擦那个行了。嗯。啊？嗯，当时好像我去药店买的，不是名字，是那个长那个是吧？叫什么？什么东西？什么名字忘记了。